我幾相信佢哋嘅能力，咁亦都知道喺能夠同佢哋一齊為科幻電影做啲嘢，為我哋電影開啟一啲新嘅題材，我覺得我係需要參與。希望你哋會喜歡，亦都幫我哋一齊為科幻電影開啟呢一道大門。希望我哋未來會有更加多機會做到唔同類型嘅電影。我當然希望這個內地的拍攝出來的好電影啊，能够尽快跟香港的观众见面，这是第一个，让香港的观众跟内地的观众可以同时感受到我们在电影方面的最新的探索、最新的进步。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科技电影嘛，我也希望香港的观众呢能够通过电影感受到我们国家在科技方面的进步，而且呢也感受到那个科技对改善人的生活、探索未来有更好的进步都有深的感受。